早上好，我是 Emma Chan。今天我要来买布，要做衣服，因为我有接到一个新的客人要帮他做衣服，所以今天要去选布啦。因为我今天是驾驶者，所以呢，我就只讲到这里。我现在是要刮这个停车券。我们先来逛一下这一个零食店。那么我试给大家看啊。它吃起来不是好像 cream 酱的嘞，就也是 cream 酱的，可是就是不是非常 cream 的那一种，就有点像，有点像冰冰这样子的那种口感。大家知道我要形容什么感觉吗？我也不知道怎样形容。就味道的话呢，就是大白兔糖的味道啦，但是不是很浓的那一种哦。嗯，好啦，我们现在来到布店了，这个是布店的外面。那么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布店是怎样的。它是有很多层楼的，现在我要下来楼，看很多布。布还有一些拉链的东西啦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去吃早餐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茶餐室，我们蛮常来的一个茶餐室。嘿，这是我点的东西，有烧肉，然后菜，还有一个蛋。妈妈点的是虾面。然后我想讲的就是，我这个菜还有肉超级好吃。这个菜非常无敌的好吃，超香啊，炒到非常好吃。本来还以为吃了东西就回家，不过呢，我们就来了家里附近的一个超商买一些日用品啦。安迪要去哪里？满载而归，非常重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拜拜，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。